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然后今天是这个20215月31号下午6点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精英的这个程度齁，然后感谢大家都愿意把资源给我。那我也会尽量齁，那打得不好请多多见谅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齁，现在目前呢这个已差不多过了大概八个小时吧。诶，没有，我今天比较晚睡，比较晚起来，大概九点多进来的。所以差不多过了九个小时左右齁。那总而言之呢，现在如果说想要打第一个小王呢，打这个小兵哦，小兵也可以获得这个狩猎兵哦，那这个狩猎兵也可以计算在这个怎么讲，升阶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狩猎兵里面。但是呢，它有这个战力的限制哦。那战力的限制的话，我想这一个战力的话，我觉得差不多是五只角色大概都要到2+1、2+2的这个装备哦。那我现在目前是先给安之装了，那至少我已经清了两只小王这样子。那可是我觉得大 boss 也不急着打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就算我现在击败大 boss 哦，这个我觉得，十件精英战利品我可能也还没有获得哦。但因为怎么讲呢？然后这个整个掠团也要收集到20000枚这个狩猎币嘛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跟着这个怎么讲猎团的这个升级的目标慢慢前进哦。然后感谢叫阿天攻略组，不是阿天攻略组，这是搞笑组哈。所以这个谢谢大家这个加入哈。好，那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打出不错的成绩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这一次有多一个新的功能叫做弃赛哦。那弃赛在什么地方呢？哈，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，左上角这个地方就是看你的这个算是什么升阶的一些条件嘛。那我们看到右上角这边有个弃赛啊，这个是改名字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弃赛哦。弃赛是这一次的新功能齁，他说弃赛投票成功之后立即结束本局挑战，但而且不会返还开局扣除的，而且不会返还齁、哦、也就是说这个众神猎场他参与的次数有限制，然后 VIP7 的玩家有多一次， VIP13 多一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件齁、哦。开局48小时之后且剩余24小时内齁、哦、所以说是48小时之后过了两天才可以弃赛、哦、所以你不能一开之后哇这个猎团遇到不想要的遇到的人立刻就弃赛，不行哦，一定要开两天齁、哦。然后这什么东西啊，最近两天单日最大新增积分不小于3000的成员可以投票赞成或反对，积分不足的成员默认自动投赞成票。不小于就是一定要大于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逻辑有一点这个卡住。好，那所以说呢，就是说基本上呢，可以发起投票的人必须要是就是活跃的玩家，积分要够高，避免说有一些就是专门来乱的齁，就是我进来我也不做事，然后呢打一打之后，诶，我故意齁创几个账号，然后我自己发起这个弃权这样子。所以他应该是指说，你要有一定的贡献度齁，有在活跃的，然后你真的是有打，但打到一半你发现说真的不行了齁，这一场真的不行，真的是有人在那边乱来，那你才可以发起这个投票。那如果说这个积分小于3000的话，他就是没有办法投赞成或反对，他就是直接投赞成就对了。好，然后发起者默认自动投赞成票，每次发起的投票机制存在24小时，超过时间的话，剩余可投票未投票成员按反对票齁，也就是说就算我有这个我积分有到，但是我都没有投票的话，那我就是等同于是反对这一次的这个弃赛。好，然后当前投票已能算出结算结果会立即结算本次投票。哦，那就应该是三票跟两票吧，因为是五个人嘛。所以说如果说已经有三个人投同一票的话，那就直接弃赛了齁，不用等剩下两个人。又或者是说已经有三个人投反对票，那就这一次的这个弃赛就算是失败齁，这个样子。不对哦，达成放弃本局的条件是四张赞成票哦，那说错了齁，要四张赞成票齁、哦、那如果是四张赞成票才能通过的话，那是不是说有人投两个反对票，那这一局就失败了呢？好，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就是一样齁，放弃本局之后立即结束本局的比赛，然后不会返还本局已消耗的这个众神猎场的这个次数、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弃赛的这个流程齁、哦、所以这次是这个新的东西。那但是呢齁，现在才刚过9个小时嘛，你看一天15个小时加9是两天嘛。所以现在我想要弃赛也没办法齁、哦、也没办法。因为那个你必须要这个玩了两天之后你才可以发起投票齁、哦、所以这个弃赛也不是像之前我想的是说啊
一进去之后发现，哇，这些人齁，都是不认识的人齁，就或是外国人语言不通啊怎样的，然后就赶快就弃赛，也不行，你还是要玩个两天齁，稍微去这个看一下说大家状况怎么样。那但是呢，这一次配对的条件呢，我记得官方他在这个说这个什么信件说明，他有说他会尽量配对这个相同语系的玩家。那先锋符号玩家比较少，看不大出来，那正式符号看的应该是会比较明显一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能够跟别人配对或是公会的配对还是比较好一点了，因为这个只有五个人的这个小团队，你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吃合作的。那万一没有这个找到朋友了，没有关系哦，那就是直接观战哈。那另外病娇这个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那个观战那个需要审批，这个我之前没打勾，所以说我就莫名其妙审了一些人进来齁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按同意齁，这个就可能你要再等等齁，因为这个一开始这个可以同意的这个人数只有两个人，然后要好像要过两天，不对哦，是两天吗还是一天，然后才会开放所有人同意哦，所以拍谁齁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感谢大家灌资源给我齁，那我现在已经这个战力要到14000了，14000的话大概就是安之是3级，其他都是2级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子的话，打小兵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会慢慢的去打小兵齁。好，我们来打看咯，这样子正好是14000齁。还是要注意一下齁，千万不可以翻车哦，轰下去。好，三颗星哦。但是这个好像不会回体力吧，1200齁，获得1200，然后会回体力吗，看一下。不会，好 ,12 点就这样消失了。所以说大概是2级，然后3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那这样子获得1200之后呢，这边应该也会增加，哇糟糕，刚刚忘记看说这边到底有没有增加，所以我应该是先把我的这个角色平均升到三级好了齁，二级或三级。那我现在一队的话是安之队，那另外一队这个是有点乱七八糟队，就是这个凤凰然后这个卢克雷蒂亚是主攻，然后孙悟空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偏辅助吧。好，那我再平均差不多升一下齁，卢克雷蒂亚应该是一定要先升到三级啦，然后剩下是一些辅助的，看可不可以继续打小兵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影片先这样子咯，拜拜。